承剑骑士，他却承担剑刃。一号打得太轻松了吧？你既不在隐藏承剑骑士的身份，何不拿出点像样的进攻？竟然是斗杀轩辕剑，他是星羽殿主的弟子。你承剑骑士的战法弱爆了，这招这么容易就被破了？号称所有招数都已用尽，却还是没有一丝胜算。靠你吓唬人。 你太让我失望了，剑都断了，这就是最后得认输了吧？爷爷，你选的终究还是败了。认输吧，我已经没有兴趣再继续了。